2017年社会进步指数通过50项指标对113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。这些指标主要分为三大类：人类基本需要、社会福利基础以及机会，涵盖了医疗保健、环境卫生、住房、个人安全、个人自由、个人权利、资讯取得的便捷性、社会包容度、高等教育等众多方面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澳洲在教育、医疗和营养水平等方面表现较好，因此在总体排名中位列第9，与新西兰并列。但与去年排名第4相比，澳洲今年下降了5个名次。本栏目由澳大利亚绿石酒业集团、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、AirPass 今日轩项目联合冠名播出。